妈妈，这个哥哥用手在翻垃圾，太恶心了。不能这么说，宝宝，哥哥这样做是在替大家考虑。你看，如果积水积满道路，行人怎么通行啊？我明白了，妈妈，我们应该去帮他。谢谢你，小妹妹。奶奶，他们在这干嘛呀？他们家肯定都住海边呗，你看管的有多宽，下水道堵了那是清洁工的事儿，他们几个在这瞎掺和啥？宝儿，咱才不要多管闲事儿，快走。就是，多管闲事儿。奶奶，咱不是叫什么呀？